狗从出生多久能繁殖？狗狗在出生1到1.5年后才能开始繁殖。虽然狗狗性成熟的时间是在6到8个月大的时候，但这时的狗狗身体还未成熟，是不适合进行配种的，否则可能会影响到生殖系统的发育。因此建议在第二次发情时再进行繁殖，也就是成年之后。一般小型犬会早一些，大多1岁之后就能繁殖，而大型犬发育较晚，最好等到2岁再进行繁殖。